现在呢，我来到的是华为 Watch GT 2的这个展台，大家可以看到视频当中，分别是42毫米和42毫米的两种这个表盘。那么先说一下这个42毫米的表盘，也是用了这个 3D 玻璃的这样一种设计，然后可以屏幕常亮。总体来讲呢，42毫米还是比较小巧的，可能适合女生佩戴，或者说像我这样手腕比较细、手比较小的同学。那42毫米的这个表盘呢，整体的设计比较简洁，外观呢从侧面看呢有这种鹅卵石的这种圆润感，然后触感上呢也是非常的不错。我们再看一下46毫米，46毫米的表盘呢就是有一种运动感，因为在表的最外圈呢有一个这个刻度的展示，然后从侧面来看，这个银色和黑色的这种搭配也是非常的具有这个冲击力。接下来我们以这个46毫米的这个华为 Watch GT 2的来做一个展示，来看一下它的基本的功能。我们可以看一下，这个表盘呢，这个刚才视频中发布会介绍的时候，可以通过华为手机拍照，然后接触这个手机的表面，接触这个手机的表片，然后就换成了手机上拍的这个壁纸，这个还是非常方便的。然后我们看可以记录我们的运动，然后可以去播放音乐，因为这个手表是内置了2G 的这个存储，可以加音乐进去，然后也可以绑定支付宝进行支付。下滑呢可以选择屏幕常亮模式。发布会上也介绍了这个华为 Watch GT 2呢有长达14天的这个手表的续航，不同于这个42毫米的这个非常圆润的这个表盘，46毫米的这个表盘的最外面有一个这种棱面的这样的一个设计，就不是那种圆滑过渡的，但是整体上来讲呢，它的运动感又非常的强，总体的重量也非常的轻，可能佩戴的时候呢，会提高我们的舒适度。